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 TVB 的陈展鹏。当我知道来到柬埔寨宣传呢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因为我知道柬埔寨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，有多旅游的圣地，美食佳肴，还有很多当地的特产。我很想跟大家一起体会一下。如果大家都想参加 PPCTV 的粉丝见面会呢，记住到以下网站看看怎样拿这个免费入场券。